我叫吴伟仁，来自科技界别的委员。前几天呢，这两期啊都自动唤醒，进入了工作状态，目前状态良好。现在呢，进入第三个月昼了。我们对涿鹿区的地形地貌的探测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下面呢，这个玉兔号啊正在向我们涿鹿点的西北方向前进。今年底，我们准备发射嫦娥五号，实现在月球采样返回，有可能成为继美国、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返回地球的国家。明年，我们将发射火星探测器，实现火星的环绕、着陆和巡视探测。